不良于销售按摩舒压产品及健身器材为主。Tokyo 按摩椅在台湾市占率近40%，是全国销售第一。机器它不是冰冷的，它是非常人性的。那这个的精神就是有别于其他的通道，这是我们植物的一个优势。舒养除了拓展自身的品牌形象，在台湾社会需要帮助时，也善尽社会的责任。到2011年，更将产品成功的外销到美国、意大利、巴西、日本、韩国等30几个国家。我们建造了新的营运总部，为了就是要将都养从台湾自有品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，放眼全球。